哎，讲起这个错，我觉得一生到现在活到现在最错的事情就是我爸爸走的时候没有在他身边，因为在工作，所以现在最遗憾。但我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也在工作，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有份那么好的工作，我需要我们去努力，谢谢。